那辈儿。拍脑袋干嘛？走了。哎呦！估计我下去我就得抽这个，直接就掉了。你错，等等。哎，往那头以后一弯就不要抽，气不逼啊！我估计我要下去直接就抽筋了。对，不抽筋就不抽筋。冬泳啊，是一个和大自然接触的一个运动。我知道，我就冬泳以后看到别人以后感到很新奇。通过一番了解以后，感觉冬泳啊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。冬泳能让人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新陈代谢，提高人的免疫功能。所以爱上这个运动了，一游就是十几二十年。走你，走。啊，动手喽！哎，不一定。不一定，我自己感觉不一定。前年也有过，最低温度、最高温度零下14度、17度都有过，我都经历过。人和大自然嘛，这东西没什么担惊害怕的，很正常。就觉得大爷他们都能游，然后我也想就是试试。就大冬天，因为老年人都能游，你年轻人不能输嘛。结果发现隔行如隔山，确实大爷他们一直佩服他们，这种人天都能游。这很难的，女的都过去不行，我靠，男的游不过去，有帮咱把个，胳膊，哎，这么麻木，要热身，继续热身，然后把泳裤一脱，也比别人游这个，是吧？那肯定了，谢谢。先围着，然后把泳裤先换掉，然后穿上衣服，然后热身。但你想，我们搞运动，肯定应该身体要好点呀，感觉。哦，这儿。嗯。包泳啊！好。等等，好，走过来，快点。